起不了床，读书记不住，听众抱怨，人类有各式各样的烦恼，不过这些烦恼可能不是自己产生的，而是来自宇宙的烦恼星人所制造的。 例如吃掉你辛苦念完的书，让你以为自己很笨；早晨拉住你的头发，害你起不了床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烦恼持续太久后，人类也会慢慢变成烦恼星人，人类陷入灭种危机。 幸好，钻石天文台智商500的女娃博士已经发现了烦恼星人的阴谋。难怪之前研发的火焰攻击无效，丝光能量无效。 绝命毒气，还是无效。有了，灵感浴缸。我怎么忘了，遇到了瓶颈，只要像古代大科学家阿基米德一样泡个澡，就会有灵感了。 尤里卡，我知道了。一般的物理攻击是对付不了负能量的，得用正能量才行，那就是勇气、快乐。只要放入千百年来的东西智慧，就应该能合成出最强大的正能量。能量不足，把便利店的早饭放进去试一试。 起床了，在叫谁啊？就是在叫你们，超迷你战士。我是超迷你战士。对，你是超迷你战士，你是宇宙最强大的勇敢能量，迷你勇。我是宇宙最强大的勇敢之女，有怪兽。女娲博士，咦，我怎么这么胆小啊？根本不是什么宇宙最勇敢嘛！不害怕并不是勇敢，而是傻。只有在害怕中前进的才是真勇敢。真的吗？ 我发功了，这是，这就是真正的勇气能量。怎么又消失了？因为你在后退。好吧，我是越害怕越前进的。啊哈，迷你羊。嘿嘿嘿，我真勇敢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。 勇者王冠，谁呀？吵死了啦！他是宇宙最快乐的能量，迷你萌，快乐！啊！怪物又来了！你们快用你的快乐能量！ 这才是真正的快乐，大难临头还能睡，这种快乐有什么用啊？
迷你萌在睡觉的时候能产生快乐能量，而且还会自动分享给伙伴。竟然变成导弹了！嗯这就是神奇的快乐能量啊！嗯，哎呦，头不晕嘞，快去找女娲博士。怪物呢？嘿嘿，我已经解决了，你只要负责多睡就好了。等等，那不就等于什么都不用干吗？为什么我要那么辛苦啊？好讨厌啊！迷你友，迷你萌，我要交给你们一个重要的使命。帮助人类消灭可恶的烦恼星人，没问题，一定努力达成使命。这么认真干嘛？你是不是傻？这里好无聊，我要去外面玩。我要去外面玩喽。这也行，那我应该也可以吧？喂，快回来，我马上拯救人类呢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女娲博士终于成功制造出超迷你战士，哈哈，烦恼星人完蛋了。小强，地球无敌，哼，人类万岁，女娲博士真帅，哼。